歌手的确是每一个都有他不同的风格。接下来这一位，哇，不得了！他的服装是我们新加坡，除了浩浩之外，他的服装也是 number one。每年都花很多衣服到泰国去制装，那就是我们的舞台怪杰 Sam 吕伟伦，掌声欢迎他。
谢谢四位太太们导演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林凯的掌声，谢谢斌哥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大家不用到泰国去，看我们女伟伦的服装，就是泰国秀的慢板啊，泰国闽南语秀，那么是简单的，非常炫丽，比较夸张一点啊，夸张啊，因为今天唱了这么多羽毛，就是配合这首歌。 啊，山地都很多毛的，这个是属于什么毛？好像是孔雀，不是孔雀毛，不懂是火鸡毛，对不对？啊，应该是火鸡毛吧，没有错的话。哇，这有这么大只鸡吗？啊，有啦，有啦，我的龟，我的等也懵，那人骗笑，那我们看个龟。是啊，好像是火鸡毛啊，没有错。 有这么长啊？有有有有，火鸡跟普通的鸡是不一样的啊！你是怕人家说你去拔孔雀的毛？孔雀的毛不是这样子的，孔雀的毛是比较美、比较漂亮的啊，比较漂亮的哈。我看这只应该是野鸡，啊，不是野鸡，绝对不是家里面养的。为什么？外面乱跑的野鸡，才给你抓到。哎，拜托，不是我去捉鸡耶，我其实是抓鸭的。 OK，伟伦是什么时候开始你喜欢上这种泰国的装扮？其实我一开始唱歌入行的时候，我都跑，因为新加坡要找这种舞台装的比较少，而且也非常的贵啦啊。是啊，然后单单不请刚刚出来唱歌啊，我求点一五六一啊六啊，就便宜的就跑去泰国做啊。然后泰国的我碰到一个很好的设计师。 啊，那就帮我量身定做，几乎我差不多20年的服装都是他做的。他也倒霉了20年啊？为什么地方说胜利啊？你拼，我是变态。没有啊，越做越贵。单单这个上面是三只毛啊，啊，下面是连套套，啊，你十几条？不止30条，30条嘛。 一个头饰，加上这个头吗？哎，啊，你可能啊，毛是200多块，这个头是200多块，加起来400多。新币400多对。你马上拼。就贵啊！啊，你可以找一台很足。啊，为新加坡没有啊？没有，新加坡没有啊？新加坡没有这样多鸡呀。哦，是现在都会抓，新加坡没有这样多鸡，把毛啊，进进进，啊，对对对，这些鸡没有随便跑出来。哦，泰国的野鸡比较多。 衣服也是两件，技术还可以。如果加上这个衣服，这个衣服也要400多，400多。连鞋子也是定做的。金色，真的是哦。再看这个国色哦，表面风光，但是我们里面还开了一个金镯。对对对对。这你可以去脱嘛，对不对？不止不止，这拜皮箱就做展头。 整如果整个七月的话，有做到20套，20套20套，啊，你天天为了唱这个，啊，没办法，因为我不抽烟，但是平时可以赚的，啊，不是说很多了，还可以啦。如果像斌哥这样子啊，又演戏又主持，又开电影，赚这样多钱，啊，对对，我比你省，啊，对，我这头是中国的，不过一百块呢。 你我带你们可以吹，我直播你直播，啊买了买了，你直播那个不是三八会很久耶，我来要抓走了。哎，抓走啊，请一摆就来收拾。我们的兵哥真的，他很大方，我也曾经跟他去泰国，然后我跟他去一间设计师的那个装扮店哦，哇，他一买就整千块新币哦，哎，那个用得着了，对，那个黑色的没有，很漂亮，新大件我要穿，啊，那我们大家要穿的话，那件真的很贵啊，一件带子而已，那个皮在上面400多，真的很贵，不过很漂亮啊，你很舍得，终于，哎，我要买，再精不再多啊，对对对，我已经两婆婆了，啊，你留到来，你不像黄梅，啊，黄梅一百块还要跟人家减20块。 啊，有时候啦，起无钱，你也就去看见你十块，那丢了。啊，我刚才想去做啥？啊，哦，一拿工资八块，讲弄弄弄弄，一定到乐视啊。
我不敢跟他介绍去了，吓死我了。